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共同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丰盛的生命。参考经文：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。特立尼达被海啸般的风暴袭击后的第七天，我们站在当地的沙滩上。那时海面已经一片平静，但人们仍然建议我们不要下水。附近有几间以供应当地传统饮食闻名的烘烤和鲨鱼餐厅。几天之前，这些小屋仍被水淹着，现在已经渐渐干透。很多大排档都开始再次打开窗口和店门了。我们被他们的重建能力和满怀希望的心态吸引住了。他们虽然曾经面对艰难，然而很快便会迎来新的顾客，阳光明媚，充实忙碌的日子了。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提醒我纪念神对我们的应许。尽管在我们尚未拥有新生命的气息时，尽管我们因犯罪仍然与神隔离时，因着他对我们的大爱，耶稣已经把获得丰盛生命的盼望赐给我们了。他的牺牲挑战我们，要我们到他那里寻求他所赐的丰盛生命。活出丰盛的生命，就是意识到神呼召我们去追求的是永留着意义的生命，虽然我们常常感受不到。神吩咐我们要在此留心专注，以致每一天都能更深活出生命的意义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神，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过着不结果子的生活，乃是要在你的国度中发挥作用。又求你帮助我们披荆斩棘，开辟新路，借着你赐给我们的仁爱之光来照亮四方。更求你帮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活出丰盛的生命。阿们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